台湾话，按部就班，应该安怎讲，安怎写，叫不来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按部就班，照一定的条理顺序处理事情，用力。慢行代就爱叫不来。一切事项应该要按部就班地处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